大家不要把误导说，在连战平阿公写的《台湾通史》开场白不是有这么样的一句话？那个不是他写的，那个是沈葆桢写的。开万古，得未曾有之情，洪荒流尺山川，作移民世界。但是郑成功集一生无可执合之欲，缺憾还之天地，是创德完人。那我在这里，我把它modify 一下，开万古的未曾有之情，洪荒流尺山川，作移民世界，是创德完人，这样可以吗？可以啊。美国这样归纳起来，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立国精神？这个是一个新的议题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共济会？有没有听过共济会的会员？他们是谁啊？原来建金字塔的是谁？是一些石匠，从欧洲九世纪到十六世纪。教堂，哥德式的教堂一直在建，是谁来做？是那些石匠。你这个工匠一定要参加他们的工会，参加工会他有一定的纪律，还有你做这一行业，你有你一定的一些道具跟品德的约束。你做一个这样的建筑，你可以不圆规锯齿，你没有圆规锯齿来把它弄得准准确确的，你这个建筑以后怎么办？但是十六世纪以后不再有教堂的建筑了，这些人石匠也都没有家了，那这个工会就可以不必要。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有心人，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形变成无形，我们在建一个有形的建筑物的那个严谨的态度，我们无形的品德的规范，同时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新的国土后代的祖孙立下了一个蓝图大方向。这个是那这个时候都是社会的名流，华盛顿，这个美国的开国的元勋一半以上，到了二十世纪的老罗斯福总统、小罗斯福总统，全部都是共济会的会员。所以你说共济会的这一种很严谨态度、道德规范的这些人来掌政，有这种理念。所以他们一定是有一个相当影响后来的所有的做的这些事情的一个典范啊，就蕴藏在那里。虽然共济会在1832年以后，他已经表示政治经济这些大事他不介入，我就只有对于慈善事业来做。那他现在美国有16到20个人之间，就有一个是共济会的会员，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荣耀。那在国外，你信其他的宗教，他也接纳你。所以共济会，美国绝对不是讲一个耶和华的那一种精神。那么紧接着就有这一种独立宣言出来，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就好了，还要什么？考试监察啊，结果现在是在那里，跟人家证婚啊 ，Q 高赛在那里乱七八糟，这个算什么？还有行政来管司法，这个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个是三权分立。那还有，我先讲这个，林肯在南北战争的时候，1863年，南军失败，但
但是死了匹兹堡宾州的盖匹兹堡那里死了很多人，有一个公墓，他在那里演讲，短短的叫做 Gettysburg Address。 这个时候有这么样的名言，民有民智民想，这个出来。还有美国的国家箴言是在1958年国会通过，心中有神明， In God we trust， 心中有神明，相信上帝，这个是美国的国家的 motto 箴言。好，现在要来讲这个很重要的美国的国旗，我们的这个护照上面盖的那个是国旗，我们跟人家签约的是国旗，美国总统的重要的宣言是国旗。这个国旗是怎么样的衍生出来？首先 Benjamin Franklin、 John Adams 还有 Jefferson 三个人在独立宣言写得这么好，继续把这个一个可以被信赖的将来这个 被信赖的这个国家啊，我们总要弄一个symbol 出来。我告诉大家讲那么多，不如最后达摩东来一字无，孔子的思想就是一个树，观世音就是一个碑，佛陀就是一个觉，到中华自然医学教育协会就是顶的哲学。本来做学问你最后就是一言以蔽之，那讲了其他的这么多，有没有那一种比较浓缩的比较好记的啊，比较直指人心的？但是这一种太好的东西又不能随便的说，也不能随便的流入一般的人当中。这个时候请问圣人的圣怎么写？耳朵口下面不是王哦，是人，人魁都是水，人是大刚罪，水者智慧也，这个大智慧是要靠口耳相传。何先生啊，你想的这一句话怎么样？我偷偷跟你讲这样讲，在经过大家讨论之后，那个东西你如果这一种就是凭空的这种看了之后就想的那个不算是吧。这个是口耳相传下来才有大智慧传的。那么美国的国旗，这个就是 symbolism。请大家注意，今天讲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symbolism。 可惜啊，1935年这个小罗斯福总统在他的副总统的建议之下，两个都是那个共济会的会员，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人民甚至全世界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美国人在想什么，我们的老祖宗他的立国精神，他的蓝图，他的方向是在讲什么？结果他是把他的国旗安放下来，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较要紧的是看这写一百还是几的，较要紧的是顶头是你看华盛顿还是杰弗森，或者是演讲你最好是演讲你100块嘛。所以看到背面有了，有这个这 In God We Trust 这个所有的铜板也有，那你这个是什么？我只看到一只老鹰啊。你说它上面还有很多宝贝啊，哎呀字那么小看不清楚，哎呀写那个拉丁文我看不懂，就这样的过去。好，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解密，这是这一张老鹰的美国的秃鹰 Bald Eagle， 是美国的国鸟。它在这里请大家注意，
十三这个字，当然他十三周开始，他十三大家可以了解。不过十三是一个好数目，绝对不是大家星期五十三星期五这个坏，十三很好。这个，请大家看啊，这个美国十三州哦，白红这样有十三，这个你想要和平橄榄枝，这只橄榄枝有十三片叶子，有十三颗橄榄，你的和平是靠着鼓励来维护的，所以我们要有十三根剑来支撑我们的和平的这种愿望。这里有一个十三个字母的拉丁文 ，A pluribus unum， 这个实在是太重要。这个一，这个是代表奥达，从这个互式当中，我们变成一。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一直变去。但是他是说，我们有十三周，那我们现在聚集起来，我们把分散的，把它浓缩成一个单一的。这个归一呀、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很重要。这里有十三颗星星，蓝天白云，十三颗星星，请大家注意看，这里是不是一个大卫星？对，大卫星是什么意思？是所罗门把这个妖魔鬼怪锁进这个瓶子里面，把它盖起来的，不受那个封条，所以这个是代表总统、跟国会人民尊重他。老鹰在1962年 Richard Carson 他的即兴的春天道出了这个 DDT 还有后来的多氯联苯的危害，美国的国鸟差不多快要完蛋了。为什么？他的这些多氯联苯把蛋壳呢变成薄了啊，老鹰一腐化啊，结果就裂掉了。还好他们在1974年把 DDT 变掉，对多氯联苯管制，那现在又恢复了。老鹰草菇鹰眼疾，他你看他这样飞过去，这样脚爪啊抓起鱼来的那一种姿势。最重要的一点，他到了30几年以后，他想要再活30几年，可以吗？他就躲在高山上，因为30几年下来，他的羽毛太重了，他的这个beak 都已经不利了，所以没有办法去抓，飞不起来。这个时候他就闭关，把羽毛拉掉，把这个beak 敲掉，重生。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可贵啊！这个是 overt 正面，反面呢是，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金字塔，不像啊！那金字塔上面应该是还有一个三角啊，所以这个叫做未完成金字塔 （unfinished pyramid）。还有这里有一个眼睛。这里是罗马的字写1776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说。